Record the voice. Yeah, this is after cleaning. After cleaning. Okay. 请问你一下，你现在这样喷的时候，有感觉到比上一次好吗？容易喷吗？这个不沾油，它是往下了，油就不跟那样的是一样。妹妹，我现在讲这个先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你有感觉到比以前容易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不是这个，没有什么肮脏的，没什么肮脏。那个对，他说这个不粘，不怎么粘。为什么粘？圣洁了，这边也是。没有，最重要的，他要我问你一句话的，就是你有感觉到以前没有放这个药水的时候，这个不肮脏。哦，OK。哎，是我的。哎，圣洁了，他讲他不对嘛，地方老板没有交代，说你等一下搬进来洗。